长邱靖淳领军跳健康操，场面壮观浩大，热闹非凡。来，让我看到你们的小屁屁在。这是新竹县政府举办的客家同花祭，4月23号在峨眉湖天恩弥勒佛院进行开幕典礼，吸引约6000人参与盛会。让我们乡亲来到我们新竹县辖区最南边的狮头山下的峨眉湖，给大家共同分享喜悦。今年的同花祭很健康，邱县长率领县府团队及民众进行全长7公里的环湖健走活动，县议员、各乡镇首长也一起来。健走活动民众反应热烈，参与踊跃，有重量级人物，有好几个家庭总动员，有人带家里狗狗一起来运动，还有远从台北、台南等地来的民众，甚至来自澳洲的朋友也一起共享盛举。Very happy to take part in the walk and exercise is very important, so look forward to losing about 10 kilograms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. 够走这一趟能减1公斤。五个家庭呢，我们在从新竹北来的耶。健走沿途风光明媚秀丽，峨眉湖畔好山好水尽收眼底，经过大自然洗礼，让人身心愉快放松，民众只说好棒哦，非常美丽，然后带小孩子一起践行亲子活动，非常好，县政府办这个活动非常的好，还有树山林都很看绿色啊，所以心情觉得怎么样？很愉快。今年同花祭很贴心，县府规划接驳专车，从高铁站、县府前广场等据点直接接送民众到健走地点，以及我行我素乐童游明信片，还有运动必备的同花祭矿泉水等等，邱县长带头亲自发送，拿到小礼物的民众个个眉开眼笑。这样还不够，中途还备有茶水补给站，让口渴的民众可以随时补水，贴心程度100%。来，快没有喽！新竹县同花祭带领民众到峨眉湖畔一同来健走，健康又好康，也成功将峨眉湖观光景点行销出去。